话，我是卷子。小丸子他腿上吃了一层小疙瘩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我先准备带小丸子看看去。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，椅子不下去，你看。再看看你吧。放水吧。前面修路了，咱咋过呀？要挖到那边。走。红绳子嘞。去医院必须戴上口罩。谢谢我的。嗯。来，给他戴上口罩，给。到医院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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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你看娃娃，找你家玩儿嘞。喊姐姐。嗯，姐姐好。喜欢看。走走走。走，小丸子也戴上了他的小口罩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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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现在医院还是这么精神，必须要阉割起来。都咋了？你看这一片，这一片都是这个了。嗯，术后也不多了，一个多星期了。别的地方呢？别的地方没有。那都这样，手上呢？手上没有，哪都没有，都这一片。好贵的娃，好贵的娃，只有一个腿上有啊。回来，给他拿了那个一个膏药味儿的那个。温痛精油，然后可以治，但是用好几天了也不管。来，你来，你给扔了，扔了。他口罩扔了。掉地下了。他抹了有三天了吧？那个药。有了吗？有了。医生说再给开个药。医生给拿这个药是自己配的，索性是没有什么事，给小丸子抹抹就好了。唉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回家吧，丹。回家吧。嗯。我不能下来。下来。刚刚搬到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小丸子现在腿脚特别的灵活啊，真是太厉害了。看到一条小狗，撵狗了。我根本都撵不上它。过来，咬住它喽。赶紧抹抹油哈。抹抹油，油啥抹？没。抹抹油。抹的好了。抹抹。你要起来挺乖的，好几天了，好，没有。